有的人一出生就出生在罗马，做什么都一帆风顺，而有的人命运就和他注定不一样。我知道了，等等。 别挤啊！耍流氓耍到我这儿来了，楚凡，我没有，是你自己。我自己？我骚扰你？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？就是，滚出去！ 真是耍流氓呢！这么多人，你跟几点了？我们都吃饭了，是不是？滚！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！而像我这样的失败者，显然是被命运刁难的那一种人，甚至于每一分钱，我都要拜托他。而当时的我还不知道，掉下去的这枚硬币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 楚凡，求你了，来呀！求你了，来呀！难道只有在梦境里我才有尊严吗？我去，我的梦境居然是真实！我刚刚做了什么？ 难道是我指定了叶微微，当我做梦的时候，就可以带她进入梦境，在梦境里为所欲为啊？既然是真实的，那会不会涌入到叶微微的记忆里？难道是我可以从梦境之中取到真实的物品？现实世界是不会改变的。知道了，有了这样的能力，我是否可以通过梦境之中获取的信息，来逆袭人生呢？耶！ 苏雨萌啊，苏雨萌，别以为你傍上了咱们分公司的老板，就觉得可以慢慢爬到我这个位置上。虽然你有点想聪明，但自私。叶总，您这样看着我，您是？好好工作，待我再往上走一步。这个办公室的主人就是你，不要着急。叶总，我没敢这么想过，我就先当个小组长，挺好的。出去吧。嗯。等等。 你手下组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楚凡的？是的，叶总，他是我组里的。开了。好的，叶总。哎，叶总，他是不是得罪你了？这个人吧，工作能力差也就算了，眼神也不正，总是色眯眯的。不过，这么一个小角色，您为什么会针对他呢？ 您，给你一上午时间交接工作，下午上班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到工位上还有人。从这一刻，我知道，我对自己以前的人际关系似乎有种误解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在……已经没救了，我做的很努力，活得很卑微了，换来的也只能是他们如此的表情。你愣着干嘛？所以，就先从你开始。神经病。 苏雨萌，就先从你开始，给我道歉。朱梦雨，苏长景，韩香，这个女人平时在公司里怎么谦恭乖乖呢？ 没想到那么清纯可爱的裙子下面，居然穿着这样的内裤，这不是老板的威胁？老梅，叶微微那个女人的背景太硬，我暂时又只是分区老板，我暂时还不能把你扶到她的位置上。你先给了我，我才会考虑要不要扶你上位啊。
苏雨萌，你传出这个视频将会被他们看到。楚凡，苏梦，搞懂了一点，原来入梦是有时间限制的。这手机和苏雨萌在现实之中的手机一模一样，他所有的聊天记录和所有人的对话，我能够实时监控，那岂不是？ 还有意外，他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和聊天记录的？难怪啊，刚才那么有恃无恐。不过这小子没办法接近我的手机和我的人，那这些照片和聊天记录就只能从老板那里泄露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一定要保住我的工作。三。 二，一，楚凡，有我出来一下。有工作上的事情找你。既然是工作上的事情，那就在这里。楚凡，你怎么了？况且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，下了班之后，我可就不再是公司的人了。你的工作还没有交接完毕，而且我才是你的组长。组长，我觉得我平时工作还是很努力。 是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？我让你收拾东西，并不是要开除你，而是你都让我收拾东西走人，又让我滚蛋。你不是开除我？是什么？我让你收拾东西，交接公司，是准备提升你为副组长，让你和我一起办公。懂了，苏组长。对了。 你们两个把这儿给我收拾，送到所里。你怎么会有那些照片和聊天记录的？都不解释一下吗，苏组长？你想怎么样？告诉我，是谁要开除我？叶微微。叶微微？我不确定你是哪里得罪他的，但是我今天在他办公室的时候，他确切的说让我开除你。叶微微让你开除我，可是呢，你不但没有开除我。 反而还让我升到了副组长，你说叶微微要是知道的话，该怎么想？我知道，我已经告诉你是谁要开除你，我那些照片和聊天记录可以删掉吗？算我求你了。那你打算怎么求？你放开手，你怕我跟你鱼死网破吗？我告诉你。 你呢，跟我是一样的，不过就是想拼命往上爬的小人物罢了。或许平时的时候我们唯唯诺诺，但是小人物辛苦得到的机会，就会拼命的往上爬。小人物怎么了？他们遵守智慧，遵守道义。他们知道，总有一件事是永远不能放的。告诉我。 我想坐在叶微微的位置上。你疯了吗？我想都不敢想，你怎么可能做到？你会帮我想办法，不是吗，苏总？公司的业绩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小燕，我和你父亲什么关系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在分公司历练这么久，就没有考虑回总公司接你父亲的班吗？那倒也不急，我在这是帮公司。 确实帮他出了一份力嘛。丫头，还是你有心。这是我的工作。你在分公司这么久，我很放心。对了，下午我带苏组长出去一下，有个应酬。还出去应酬一下，分明是感谢我些事吧。江总，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，不要过度的操劳，一定要多体恤体恤。多谢林组长。臭女人，真他妈的阴阳怪气，迟早弄垮。 你和你那个老头子的爹，你老大不小，是不是也该找个男人滋润滋润啊？别枯萎了。到时候叔叔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你有没有其他的要求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但是你想坐在叶微微的位置上，我是真的办不到，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啊。你当然没有那个本事，但是身后的那个男人，三天之内。 如果我做不到叶微微的位置，那么你们的照片和视频一定会流传出去。
到时候我卷铺盖走人无所谓，你和你的老 baby 总不想臭名远扬。你哪里来的照片和视频？给我交出来！别生气嘛，江总。别生气嘛，江总。传达的消息。 我现在说话不好使，是吗？苏雨萌，我现在说话不好使，是吗？你在电梯里做的那些猥琐的事情，还需要我再说吗？现在立马去人事办手续，滚蛋！好的，叶总。是。那楚凡最近给公司拉了几个大单，苏组长的几个大单都是楚凡签的，对吧？ 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把他提成为副组长，现在告诉你，不晚了。既然是江总您的安排，那也就这样吧。他只是一块边角料，发在哪儿的福利。我来只是跟苏组长说一声，明天有高级客户来江城，可能需要你陪我去一下。这关系到全公司下半年的总业绩。什么业绩？你做了什么？ 让这冰雪美人非要开除你，平时她眼里可看不进去你这种小人物。哎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摸了摸冰山美人的屁股罢了。<笑>有点意思。三天之内，我让你坐上总公司总经理的位置，但是视频、聊天记录必须给我删干净。明天高级客户的签约仪式，我带你去，功劳算你的。江总慢走。 这个丑闻让叶微微也身败名裂。果然，江宏伟这个老狐狸和苏雨萌这个小狐狸没安好心。看来上次给苏雨萌的教训还不够。你准备怎么让叶微微出个大丑闻？叶微微不是高傲吗？如果今天见完大客户，触犯那个小癞蛤蟆，吃上天鹅肉的话，您是说？ 那叶微微因为这件丑闻，他必然在分公司待不下去，楚凡的黑料我们也能拿回来。一石三鸟啊！如果到时候你升回分公司总经理的话，还不得乖乖趴在我的床上翘起屁？那第三只鸟是？第三只鸟就是你呀，小傻。今天要见的大客户非常重要，希望你不要停了。易总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。 这点能力还是有的。这么多年还是废物，证明你有没有什么能力。
我劝你不要痴心妄想，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叶总，我看你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呢。你说什么？虽然说现在江宏伟是分公司总裁，但是你才是实际的掌控者。如果江宏伟想彻底把控分公司，但是你又待着不走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办？药下好了吗？下好了。这药喝下去后就情不自禁，就算她是贞洁烈女，掉进上头的时候也会变成下流荡妇。并不是我这么狠毒，是因为威和楚凡他们要毁掉我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你怎么知道楚凡一定会给叶薇妮喝下那一瓶？这种癞蛤蟆，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得到天鹅的机会，怪你，你会错过吗？走吧，客户也到了，这个时候楚凡也应该要叫叶薇薇下手了。不要得寸进尺，叶薇薇，就算现在我把你上来，你也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不是吗？亏都吃了，总不能让江宏伟得逞吧？白小姐，很高兴你能来，我代表我们公司欢迎你。江宏伟说的丑闻应该是和我有关，如果我和叶薇薇发生点什么，就闹得人尽皆知，那么这个丑闻足够叶薇薇身败名裂，分公司待不下去，就只能算是和叶薇。求求你干嘛？你敢碰我，我弄死你啊！听我说，江宏伟要利用我来陷害你。是啊，如果大客户过来，看见我们衣冠不整的话，你还会在公司待着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在会议室里，他的行李下了药，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事成之后，我们的交易结束，该删的东西删掉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不是想看戏吗？这次有戏，我要挡住。你别装死！跟我走吧，你不要多钻进去。还是犯这个狗东西，竟然敢玩我一手！交给你了，叶总了。江总，您客气。江总，楚凡这个废物和叶薇薇搞在一起，还需要你教我？我们合作那么多年，公司的实力你也应该知道。这合同签下来，咱们今后……咱们今后彼此支持的日子还有很多。叶总，这些都是后话，我看你脸色不好，还是多注意休息啊。我还好，叶总。我叶总还是去休息吧。对不起啊叶总，我好像确实很不舒服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叶总，你梦到楚先生这么年轻就跟着叶总出来谈项目，可见是叶总的心腹了。白小姐，这次项目放在我们公司绝对没有问题，我和叶总会配合得很好。想必糟糕，白小姐喝了那杯有问题的水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要不我扶您休息去吧。楚凡，你个王八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过了眼前的难关，
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毁我清白，你竟然……为什么我还会梦见这个垃圾？白小姐，你等一等。你快帮帮我！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你给我！妈的，钱宏伟这个老东西，他到底有多恨叶薇薇，照样这么做。体力不错呀、啊。还是你好一点，我都没怎么动。你行，下次。楚凡这个狗东西和叶微微联合起来一起搞我。别生气嘛，你才是公司的一把手，叶微微又不会拿你怎么样。你懂个屁，叶微微现在拿下订单，楚凡手里有我们的黑料。哎，是该多找一些老朋友了，绝对不能让这小丫头抓住我的喉咙。你去找楚凡吧。什么？调拨他和叶微微之间的关系，他手里的那些黑料绝对不能爆出来。可是楚凡不可能再相信我了。你还是不是女人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删掉我们的黑料。不行，我做不到。那刚好和我练习一下，我现在火气很大。宝贝儿，我一定要让你当上经理的位置。哎呦我去，楚组长你也太厉害了，才刚升职不久就创造了30个亿。你懂得啥，我早就看出楚组长不是等闲之辈。来楚组长喝水。楚凡来小办公室。你在看什么？该看的都看完了，说吧。什么事？公司大部分的员工都是江宏伟的老部下，我们惹到了他。他现在最想解决掉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放心，我呢有了他的小把柄。你有他什么把柄？一个能让他吃亏但不会要他命的家伙。江宏伟的背后是只有一个强大的资金靠山。然后呢？我怀疑确实在这段时间里不要给江慧任何的可乘之机。第三，我需要你帮我找回江宏伟的一个隐藏的账面。据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一旦查账，不光江宏伟有麻烦，可能我的麻烦也不小。什么？楚凡，我要和你一起搞掉江宏伟。苏组长，这不是你的锅，江宏伟让你来的，算你的名好了。你让我怎么做你才相信？我是真的想帮你。你不是想要得到我吗？你这种废物凭什么享受我的身体？我生来就是为了那些掌握金钱和权力的男人准备的。你没有钱，没有背景，凭什么享受我的身体？好吧，你赢了，这是你胜利的果实，尽情的玩弄吧。苏一萌，你好像并没有比同龄的女人优秀多少，就你这点东西我不要。楚凡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从来没有人看不起你，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。现在我需要江宏伟的账目，还要短时间内搞到80个亿。可是怎么才能在梦中透露关键信息呢？试试吧，入梦者江宏伟。
江宏伟，罪证俱全，自己招，还是我一件一件给你数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公款私用，证据确凿，难道要我把账单甩到你的脸上吗？你找到了账单？不可能，我没有什么账单。你两个部门。没什么，你继续。这如果江宏伟背后的势力是汪家，你的危险可就大了。对了，账本的事情我也有了些内幕，你应该叫你父亲好好彻查一下汪家。汪家的胃口可比这个江宏伟大多了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江宏伟调查出你挪用公司公款的证据，然后让你嫁给汪家少爷，你会怎么办？不管你嫁不嫁，汪家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。不，这绝不可能。至于江宏伟，不过就是汪家养的一条捆绑，给他点骨头啃，他就很知足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调查了这么久，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他就用了一天的时间，这怎么可能？叶总，你把我们安排在酒店见面，就是为了让我无条件的帮你啊。不行，我说过绝对不会让你再碰我。明白了，叶总，我们啊就是身份不匹配。既然这样，看来你不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，那这样我告辞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想怎么样？叶总，我现在希望你能明白，是你挪用了公司80亿。我一个小职员无所谓，到哪里依旧得知道。我可以用其他方式帮你。好、哦。比如呢？你怎么这么流氓啊？看过。看过我下去吧你。这触感比梦境真实一万倍啊。嘴巴好酸，都快出粉。为什么这一幕这么熟悉？我好像梦到过很多次。难道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？我娘们，我查你很久了，要不是王家少爷喜欢你，我怎么下手了？就是，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证据？告诉你又何妨？两个账本都在我的电脑里。安心，你现在没有机会了。笑，你笑什么？你他妈的敢打我，还来劲儿了？他妈的，在老子的梦境里，哪有你这情况？白小姐，嗯，我的反差女神，请为自己挑一件美丽的刑具吧。我选皮鞭，但不是为了让你来抽我。你能明白皮鞭的意义吗？皮鞭的意义并不只是皮鞭，而是权力。皮鞭在我手上，抽不抽在于我。一种它不是一种惩罚，是一种挑逗，是一步一步的试探你的禁区，一步一步攻占你的防线。白小姐，安全服饰。涨停了，半小时之内全部涨停，现在怎么办？什么？这么快？这小子这么厉害？来请，加一千万，全部 all in 海力风电。明白。等等，通知财务，立刻给我准备50亿，我留着用。等等，
五十亿。昨晚一整晚都没睡，盯着这些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一个一个，对对他们公司的动向、新签约的合同，还有利好的消息，全部都给我。第一次觉得，原来入梦不仅可以睡午觉，赚钱也怎么样？刚一波奖金，40分钟不到，4000万到手了。白姐，你浪费太多时间了。谁知道你真的有本事连追三个整？下一个买什么？还有半个小时停盘，买90万枚。买多少？还问？搜哈，全部 all in。所有钱买入90万枚，搜好。白总，还是买入了。给财务打电话，立刻准备50个亿。不，再加30个亿。白总，你要不要冷静一下？你闭嘴，抓紧时间盯盘。楚凡啊，楚凡。我还真的以为你只是床上功夫，没想到你小子竟然给了你一个大大。短短一个早上，在我保守的情况下，居然会破10个。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，这种人都要网络，万万不能得罪。白总，白总，直接说事儿！白总，白总的叫魂呢？刚刚20分钟，90万枚涨停了，10个亿，赚了2个亿，20分钟。2个亿啊，抢银行都没这么快。停盘了，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叶薇薇给我的1000多万，现在变成了1800多万。这笔钱对于公司那80个亿的窟窿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。但是，对于我这种人来说，已经算得上是巨款了。可以入梦，难道以后还怕没有钱吗？白姐，目前挣了多少？5个亿。接下来我拿出80个亿给你挣。80个亿？不是说50个亿就够了吗？哪怕是你被我上了2次床，你也不了解我的行事作风。80个亿？不是说50个亿就够了吗？哪怕是你被我上了2次床，你也不了解我的行事作风。对于你这样的男人，不管是奸还是奸，老娘都要炸得干干净净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帮我赚钱，你的个人佣金一分都不会少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。如果真的可以做到昨天晚上说到的愿望，50个亿可以赚到的钱全部归你。而且你当然了，我不会白白这么大方的。3天之后，老地方见。这次，老娘养生。我让你去找楚凡，你告诉我他不要你。像楚凡这种屌丝，你主动送上门，他就知道是悬崖，他还会往下跳啊。楚凡似乎铁了心要和叶微微一个阵容，我怀疑叶微微可能给了楚凡我们给不了的好处。不可能。像叶微微这种人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什么男人看都看不上，就连江氏汪家，多少男人想要得到叶微微，还能轮到他？楚凡就是叶微微对付我们的一条狗罢了。江总，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我们现在需要做些什么？我最近在找人查叶微微，还有分公司的账目问题。你是说？最多3天时间，查清之后，我让叶微微跪着在我的脚下哀求啊！还有你，我想办法取得叶微微的信任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的话，你也知道是什么下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江总，我会取得叶微微的信任的。怎么办？我就应该站在你后面，我应该选择帮助谁？江宏伟果然狡猾，在梦中警惕性都这么高。时间还早，不行，我得换一个。江宏伟，你罪证俱具，自己招，还是我一件一件给你扯掉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公款私用，证据确凿，还想抵赖？怎么又问我这些？江宏伟这小子怎么有眼不见呢？再来，
朱梦哲、江宏伟、叶薇薇、苏雨萌。江宏伟，你让苏雨萌先进屋，不就是为了套取信息吗？没错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抓住你们的把柄。叶丫头，没想到吧？你父亲和我这么多年，最后你父亲还是输在我手上。你告诉我，我父亲到底有什么秘密对你说？不，你父亲没有对不住我，只不过我想要更多而已。江宏伟，我承认我不如你，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背后的势力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我背后的资本，杨氏、汪家。叶微微，我给你一条活路，嫁给汪家少爷。这群王八蛋，不仅想要钱，还他妈想要色。姑娘们，我猜你很久了。要不是汪家少爷喜欢你，我怎么下手了？江宏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个丈夫他在什么地方？告诉你有何妨？两个账本都在我家电脑里，可惜。现在没有机会了。笑，你笑什么？你他妈的敢打我，还来劲儿了？你他妈在老子的梦境里哪有你的情况？这梦境太真实了，打得老子手都疼。江宏伟这老小子真是够难缠的，好在有了线索。师太姐姐，前面说。等等，我有洁癖，先换拖鞋。你怎么知道我家拖鞋在哪？他不是……算了，先说正事。我调查出了江宏伟背后的资金和背景，可能是江氏汪家。汪家？怎么，很厉害吗？这个汪家之前找我父亲合作，但他人品不正，被我父亲拒绝了。他那个当家的对我有所企图，就像某些。不一样，我起码得到过你。你闭嘴，你没有得到过我。上次我们在会议室假戏真做九次。什么？你只通了九次？这你都记得？那不是时间不够，我先拿点利息。那你不算得到我。九浅一深都不算得到吗？你闭嘴！一边是江宏伟，他身价过亿，社会有大资金大势力的支持，他在商界有这么多年的积累，老辣狡猾；一边是那个臭屌丝，一个月工资还没我高，身后的叶微微现在也是自身难保，其实根本不用选，答案就已经在眼前了。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犹豫？难道就因为我和他都是小人物，要拼命抓住一切的小人物吗？出凡，小人物。喂，叶总。江宏伟正在查你的账，三天之内他就会拿到结果。我为什么会告诉你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或许我是想看到楚凡这种小人物最终可以赢吧。全部出手。白总已经全部出手了。从早上开始到现在一共80亿，一毛钱都没有亏，目前为止还赚了7亿。一天7亿，明天继续亏。如果楚凡这家伙再稳两天，还真有可能在三天之内让他赚到50亿。不是有可能，是100%可以做到。白总，您真是手眼通天。我刚刚查了一下，目前为止今天一共17个涨停板，咱们就买了9个。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，你就别哭。听清楚了吗？知道了，白总。这绝对不是什么秘密啊，楚凡这家伙肯定是有其他的。老娘睡了这么多男人，居然睡了个宝贝出来。昨天一整天1000万加了10倍杠杆，才赚了2亿左右。作为一个穷了20多年的小人物，人生之中第一次体会到赚钱的乐趣，不是赚钱是抢钱。我以前对钱的理解太保护，花钱是花钱，
亿的数字飙升，原来更快了。众人一辈子都在向往的机会，我可以在一天内得到。太恐怖了，白总，三天之内连追37个涨停板，80亿的本金，赚了90亿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下班之前，你给下面人一个人拿100万当封口费，拿了钱就没有问题了，听明白吗？明白，白总。那个呀，不要叫白总，在没有人的时候叫我姐姐，知道？嗯，好了，是这样的。一共赚了90多亿，答应给处罚80亿，就一定要给他。这样，再小气。果然这小子强势不高价，收了他的钱。看来呀，我得帮帮幸运的那个小丫头。要不然传出去，会说明江城白家不会做人。给我查一下，王家最近什么动向？还有，那个叫江宏伟的，最近在搞什么事情？你都给我查。喂，依依啊，5分钟之内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姐，你这么着急，让我过来干嘛呀？依依，我刚刚做了个决定。嗯？姐，该不会是你之前答应我的，陪我出去玩一整个月的事情要实现了吧？你个小丫头想什么呢？我把你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姐，你说就是啊，我一定答应。我想要给你介绍一个成功快婿。姐，你这么着急让我过来干嘛呀？依依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决定。嗯？姐，该不会是你之前答应我的陪我出国玩一整个月的事情要实现了吧？你个小丫头想什么呢？我把你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姐，你说就是啊，我一定答应。我想要给你介绍一个成功快婿，老爹现在不管事儿了，所以姐姐说了算。这个男人有可能是我们白家未来起家的支柱。你也知道，姐姐年纪不小了，况且我也快没办法再生儿子了。所以，姐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家之前汪家找你提亲，你都在保护我，现在你是想把我嫁出去？难道怕你汪家的汪洛更厉害？再说了，男人有什么好？姐，你让我嫁的人，你也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试过我呢？我试过。姐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已经帮你考虑了。汪家少爷想要追你，并不是因为喜欢你，而是为了他们背后的商业联盟。你现在太胆小，看人不准的。我不听，我只知道你跟其他人一样，整天眼里都是钱钱钱，根本没有在乎过我是怎么想的。是为了钱，但是也不能为了钱就把你推向汪家的火炉里面去。行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让我最气的这个男人，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什么地位？居然让你在他和汪家少爷手里毫不留情的背叛？你说话呀！你说什么？那我问你，来拿，他现在还有钱吗？哎呀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他家里有人有权利没有？那他有什么超能力？能说刮风不刮风？我说下雨不下雨？不行，还不能告诉这丫头处罚的能力，不然以她现在的心智，很难保证不能把消息泄露给汪家。都没有，他把我家里退了。你要是看我跟你跟白家的任何家产，我下三两就滚。你说什么？好啊，他不想出卖我的姐姐，现在竟然为了一个臭小子打我。阿姨，听姐说。我不要。喂，主办，咱们约个时间。
平时叫你来呀、啊，是有正事要跟你说。答应给你的答应。台姐，你说，这是用你的本金弄的钱，本来应该是下个月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？没有脸色。姐，原来你们又在这边，没想到。臭小子，平时叫你来呀、啊，是有正事要跟你说。答应给你的答应。台姐，你说，这是用你的本金弄的钱，本来应该是下个月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？刚才为什么说是一家人？咱们长话短说，我有个妹妹叫白英，我想如果可以的话，是一个身材姣好、长相又高的，是吗？和你的见过，我们还闹一点。他脸小，分不清什么是好，分不清什么是坏。别动我。把他保护得太好了，然后陪我和你妹。可是为什么要拍你？你已经卷入叶微微和汪丹的斗争当中了。实际上，你现在是孤身一人在和汪丹的斗争。如果你是白家的女婿，你身后的背景是我，是整个白家。如果谁敢找你楚凡的麻烦，就是要找我的麻烦。你这么器重我，可不是一个道理。难不成真想让你妹妹下嫁？你普通吗？刚刚占了三十倍，有胆和我想的，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我……南姐，婚约的事。我觉得心意啊，我是收下的。我相信，就算没有这场婚约，我还是……哎呀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汪家的汪洛可是愿意的。汪洛，你是说汪家实际掌权的人汪洛？你怎么说的？不过，他不是这些的人。还有这事儿、看来汪洛想要光撒网。白依依的这门亲事，我定下。对于汪洛看上的女人，我的兴趣更大。这八十亿，就当是可以了。大徒弟，我可以再贴八十，就当给白依依的葬礼。臭小子，我知道你的根，可怕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底吧？哦，看来上次白姐，我随意了，不说。怎么，刚跟我要了命，现在又想换钱？谁会拒绝你？想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在想改变什么？白姐跟别人一起分好了。你是不是在想改天的时候我和白衣一起伺候你？哎，老实在说，我就是在想，如果高贵的白总在办公室遇见我，家里都是大人家。喂，什么？叶微微在分公司有八十亿的资金规模？叶微微啊，叶微微，你最终还是被我抓住了把柄。要不是你是汪少看上的女人，不然我肯定好好看看你被折磨掉死。按照你是为了监控伪证的查，没错，叶总，我绝对没有骗你。确实，我之前是站在江湖那边，但是我也不想看到你被那个老狗欺负。他要是拿下了我查，
楚凡这两天很没有消息，让他去找江宏伟的账单。你先暂时不上班，叶总，您是说江宏伟？我知道。我知道张红的密码，但是确定是您用的密码。你怎么知道？知道我东西，知道我好久，有的时候还会让我帮他。对他来说，一个人的锁机密码就是电脑。快去告诉楚凡江宏伟的电脑密码，我在这等着。好，来人，怎么了？我能相信你？叶总，我并不是故意，我是因为相信楚凡，所以才选择站在你这里。叶总，别来无恙啊！什么别来无恙？江宏伟不是前两天才见吗？那我呢，叶小姐？叶小姐，一年不见了，想不到你又到了。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关注，这是我的公司，谁让你？叶小姐，你还是那么高傲。不过，据我收到消息说，你好像犯了一些错，我很担心你啊。关总，有您在这里，谁能欺负叶总啊？不过我听说叶总这次事情有点大，私自挪用公司80亿。叶总，你有没有听见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即使是有这种传闻，我想以您的自己来说，不会相信这种事。我肯定不会相信。这我这两天找了人查一下公司账目，你猜怎么着？惊喜！惊喜就是叶小姐私自挪用公司80亿，到现在都弥补不上。还有惊喜，就是你让叶小姐摸着身子，她不敢穿内裤。叶小姐，你早说嘛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叶小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不识时务。很早之前我就表现了，对吗？你叶微微这份过劳，也会让你一个人走。叶，你可以去坐牢，那你父亲呢？去坐牢，那你父亲呢？你们叶家公司这些年苦苦支撑，不都是靠你的？那么你要坐牢，你父亲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进去想怎么样？我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你的高傲和冰冷，等着公家上门来抓你；第二，放下你的骄傲，乖乖做我的女人。我能保证的是，你和你父亲都平权，女人嘛，就要乖乖的，这样才讨人喜欢嘛。我信你说说的话。周总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一一对账吧。可以，给我查。楚凡，因为被江宏伟和汪家少爷汪洛堵在公司里，所有人都在，他们正在一点一点的当面对账。这么快？难道你早就知道？苏玉毛，你现在呢还没有获得我的信任，所以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真的相信我？苏玉毛，信任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，我们之间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。你干嘛？
你不是不相信我吧？我现在就证明。你干嘛？你不是不相信我吗？我现在就证明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你怎么二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？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也是这样。现在信了吗？丫头汪乐确实有能力搞垮叶薇薇，但是不巧的是她遇到了我。楚传错了，他怎么会这么自信？以他目前的实力，只要被汪乐看到，随便一根手指头都可能让楚凡永世不得翻身啊。雨萌，我现在交给你一件事情，我去找白雅。江城首富白家白雅？对，告诉他我这边的情况好了。那叶薇挪走的80个亿？像断了一样，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白雅，江氏首演公开的女，楚凡凭什么没有认证？分析就是了。我可以从孟尊中带出来。江宏伟这老小子，估计打死也想不到。这个就是冷淡，这越是兴奋。我已经想象到你这种高冷禁欲的人暂时想说什么话，我已经从期待开始变兴奋了。王总，时机已经开始在什么10分钟以后就出结果。江总，叶薇薇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？应该是吧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但会看着叶薇薇从小长大，还能亲眼见着叶薇薇女神的过程？你给我住嘴！江总，都品尝完了叶总的意思，这事你试试。在这里啊，不然呢？还能去哪？不然呢？还能去哪？江总，这家伙。不然呢？还能去哪？这家伙可是你的女人。这样做恐怕不好吧？我本来是想问你，不满其实以前我会考虑，既然是泄欲工具，那就要有泄欲工具的价值。什么呀？演这样，我要好好想一下，我应该用什么姿势展现在汪总你面前，好好展示一下。啊！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还有10分钟，审计结果就要出来了。我进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难道要被他们如此玩弄吗？叶薇薇啊，叶薇薇，你要变成什么时候？难道一切都要做得很难看吗？对账结果一出来，整个公司都被赚了80。你作为公司，只要你现在说句话，服不了，那么江总也不是那么护着红尘的人，他会马上让审计滚蛋，然后你可以继续等着下去。那我还有我，而你只是应该说什么都没有而且的别人，你为什么就是想不出来？说出来该叫你啊，你只需要跪下来，楚楚可怜地看着我，说一句请别。
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人啊，你为什么就是想不明白？说出来。我可以教你啊，你只需要跪下来，楚楚可怜的看着我，说一句“请理我”，然后张开嘴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。我。乖，你什么？说呀，为什么？你想要怎么样？我说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说不出来，你可以转。苏小，别急啊，别使劲。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我再给你吃一次，我就在这等。汪诺，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。我做梦！哈哈，你有几个钱？我看中的是你父亲的产业，不是你的。我要钱可以找飞，何必找你？张总，叶总。正，你去，叫你过来看看。我看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到了死过去。不对，我到汪子成，你不会走。不然，汪大哥，你玩啊？我冯女士，别那么急，你快放。虽然要说，他也有罪，一切正常。什么？别那么急，你快放。审计自然要收，他也没有失踪，一切正常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不是，王总，这不可能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叶薇薇，是不是你这个贱人从里面搞的鬼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楚凡？楚凡不过是一个朋友中的小事，就算是有点作风，也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。哟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有烦？对。哟，这是一个烦，怎么样？一个不起眼的家伙吧？是吗？是吗？是不是？我认识何方？不，他不是什么。我和你有事吗？说，杨宏伟，我已经不见了，是不是你被狗东西重新破坏？你说的话我实在是听不懂啊！叶微微欠了80个亿，是不是你给他填补的？笑话！别人不知道就算了，可江总您不能犯糊涂呀！我呢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？江总，还有，那个叶总根本就没挪用公司的财产，这一切。都是你在王先生面前捣的鬼。是他的事，楚凡，你作为你能帮我？王总，我怎么会有这个人？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怎么会叫起来？楚凡，叶微微，您这次走运，但是您一辈子走运。这件事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等等。刚才跟谁说话了？我在跟你说话，郑宏伟。你问我说什么？当初你跟这个人不谈一下，你从一个穷小子，慢慢走到了风光正茂的位置，可是你还不知道吗？如果不是叶微微的父亲，
你说你想挣个十全九大，你既然对你老板女儿下手，请你接受。如果你是为了过一过嘴瘾，那不过如此。我不知道我是什么。你在逗我，我在商场混的时候你还在上学，你空口无凭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江宏伟，这里面记住我自己是一黑，我想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你这个是假的。这个账本的真假别的，但是你和汪总等明天请我看的究竟是什么戏码？汪哥，这个东西，这些账目只有我知道在哪里。汪哥，这些东西，这些账目只有我知道在哪里，别人都不知道。楚凡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是让他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呢，我只需要一个电话，就能让你下半辈子。求你救救我，这些账户，账户都是我和你。小慧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不是你，我是我，王子祥，你是你。你帮我们说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靠着自己的本事赚到了80亿，填了公司的窟窿，那是怎么做的？他是你父亲的老部下，
事情是刘。刘家，你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得派人去找他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是吗？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得派人去找他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是吗？我记得你刚才不是你说，我记得这个。好像是这方法是我自己拿的，这方法是全公司所有员工打的，这是给你的良心。很感谢你发现重点，不用谢我，都是看在楚凡的面子上。楚凡，今天没有什么事情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想你感觉下衣服，你们先聊。再见，慢走。那叶总，我已经走了。什么？叶总，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啊。好，过去说过去。累了一下吧，不算怎样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为什么要听你这边？我也只是自保而已。如果江宏伟真的把你劈死了，我岂不是也是死路一条？骗人！我骗你干嘛？一个三天就能赚八十亿的人，怎么会死路一条？好，那叶总，你说我为什么救？因为，叶总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哪有想过？可是你都进去了，这是为了什么？你不是不承认，而且他的事情，我想说。你要说事实，你信吗？没想到啊，你美人竟然能说出这么下流的话。这是你要的东西，汪家目前所有和外联产业链的关系，包括他们主要客户，还有资金流向，都在这里。这些东西，真假的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汪家也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找到所有空的白家所有的相关信息，但是找到归找到，他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哎，我倒是好奇了，你要这些资料干什么？我也没有这么说过，其实信的话，怎么样？那我就是你在呢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做不到的话，行，那你会干嘛？你知道。虽然我还真不是什么全国最大家族流落在外的一父子，我也没有继承大家族所有的关系网和商业资源，但是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有办法解决。陪我去调查，那就告诉我这些。王总，我们已经承认了，可是他们这个是障碍性的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。小人物？小人物难道是我？小人不能让雷雅这个臭女人直接把东西干了啊！可是，雷雅，你就等着我一个一个报，真是不能真的真相，像你老的样子。哼！哎，喂，王总，你是不是刚才说两个字叫做什么？姐。
是真的。今天那些之前和汪家关系特别好的供应商和客户都来找我们了，有的甚至已经明说他们已经和汪家断开了联系，并且以后都不会再和他们合作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没去打听打听这究竟为什么？也打听了，但是理由千奇百怪的。那么多人突然之间和汪家断了合作，汪洛岂不是？姐啊，我听说汪洛气的在办公室直摔东西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得罪了谁，谁有这么大的能力，竟然在几天之内让江城汪家一下子陷入了衰退。按照这样说的，我估计啊，汪家撑不过三天，资金链一断，饿了肚子。全国大家族的继承人吧，那白衣嫁给他岂不是高攀了？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骂我没长眼睛，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你成为了我的老婆。你以为我想？那还不是因为我姐吗？是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等我回来很快。老婆们，老婆。